他已经很公正了。对，而且他要 battle 已经给他 battle 了。这哪那么多话呀？凉了呀，已经。哎呀，别了，还有好多人在后面呢。他有跳 lucky 呢吗 ？What battle 吗？我不按照节目组的规矩走。你们觉得比他跳的好就出来跟他 battle。如果你们在最后毛巾都给完了，你们连跳的机会都没有。谁比他跳的好？证明给我看，谁是这最牛的 ？Lucky。哎，一帮子都来了，一帮子。一个团上去了，我的天，太欺负人了！把你们最牛的全展现出来！明明有你们不站出来，不激你们不出来是吗？好，毛巾到时候又给完了，你们连比赛机会都没有，你们就舒服了。他现在啪啪打脸去了。你好，我叫叶振，我们是 Week Symphony， 我们主要跳 locking。你们觉得刚刚这位跳的怎么样？跳得很好。我应该给他毛巾吗？看完我们再说吧。好。太精彩了，就是弄得我很头大啊，这怎么选啊？一下子你们怎么能来那么多人呢？不用过脑子，我就问你自己的心就好了。这个就难选了呀，这个太难了。队长也出来一下。对不起，还没跳呢。啊，他太执着了，他特别不服，所以就是你们要 battle 还是怎么样？其他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谢谢你们的演出，真的特别精彩。就如果是一个团队的话，我一定全选，我绝对就八全直接全给你们挂了。但可惜是不是，所以不要觉得每一个队长也特别残忍，这是我没办法要面对的现实。所以希望后面接下来跳的也能理解一下队长。谢谢你们，真的真的。你们三个要不先 battle， 让我们看一下谁是这个舞台。最精彩的 luck，
我还专门问了一下黄子韬，我说这是一对二吗？他说是的，但我已经跳了两轮了，然后我还要再跟其他人 battle， 你觉得对我公不公平啊？感觉到这种程度上都已经不像比赛了。我是一打酱油的，没有，这是弟弟，这是弟弟，一对二不太合适。那你一下子冲出来了，那我那个是这样，老师，我叫韩宇，湖北武汉人。然后因为刚坐那边一直看，这是弟弟，看着长大的，从几岁，然后跳 locking， 所以我觉得一对二不太公平。不管他晋级还是不晋级，但是他身边需要一个哥哥在这儿帮他。我就过来一下。别别，哎，那你哎，别，你直接表演你的吧。老师，我你可能表演完我就给你毛巾了。你现在如果走了，下一个就来吧。With this great show。他表现真的很好，而且本身实力就是在那里的，对，我觉得他是一定会过的那种类型。做一个善良的人比什么都重要，谢谢。我是一个，我出门开个车都要选30分钟的人。
然后就因为这破毛巾才给了25条，让我犹豫成这个样。啊，你要相信，相信我说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再给我条毛巾。这个给过了吗？